嘿、hey, 各位哈皮卡丘，我们要来开箱我们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在积点的。对，终于换到了。其实我们花了不少，大概花了3-4千块有了吧，超过吧，超过就偶尔玩一下玩一下玩一下就应该超过，慢慢累积。对，然后终于换到这个 GK 公仔皮卡丘。对，但是这个皮卡丘 GK 公仔呢，如果要买大概1000多块而已，快2000，是啊，嗯，很大只哦。我们现在拆箱给大家看，这是我们人生第一只靠娃娃机得到的 GK 公仔，宝可梦的哦。噔噔噔，今天是皮卡丘的哦，皮卡丘的哦，大家很喜欢的皮卡丘。那有没有出那个卡比兽？哎，我也很想，可是就不知道到底有没有。如果有的话，那是最好了。收集。开始啊！哎，哇，帽子！这个人也可以戴吧？那他的耳朵。啊，他组装。耳朵哎、欸，耳朵。这是人的帽子哎、欸，它可以调大小哎、欸。它可以戴吗？我。你戴戴看。皮卡丘帽子可以吗？可以、欸。哇。是人的大小哎、欸。哇，可以耶！那你布丁头可以戴、啊，你不是刚好缺一顶帽子？太大了啦！你的头比较大，刚刚。你戴帽子好可爱哦、喔。戴一顶帽子、欸。你戴帽子真的很好看。噔噔，它保护的。哦，本尊。好，本尊我拿出来了，它比较重。哎嘘！好，撤去旁边。哎、嘿嘿。哇。哎、欸，我用桌子好了。好啊。帽子，帽子。我们用桌子放上去，这样好轻哦、喔，没有搬走，好酷哦、喔！哎西，哎西，啊，没有头，长得好奇怪哦、喔。它有头啦，没有耳朵，这样看起来突然长得很好笑。它就这样，但是呢，它可以变换。耳朵在这里耶，它耳朵可以变换，它可以拆下来。它是你装的、喔？没有，它自己附的。它有附两款，一款是可以装耳朵，然后另外一款呢，你看它可以拆下来，哇！然后它可以附这边的耳朵，这是比较一般正常我们看到的那一种，就可以这样装上去。然后你也可以戴帽子，对，比如说它这样嘛，然后这样，不用不用不用，不用吗？就这样，然后让它好可爱哦，戴帽子。很帅吧？因为你知道为什么他会戴帽子吗？最新的宝可梦啊，嗯，他戴的皮卡丘是有戴帽子的哦。对，他会戴帽子啊。有些人会喜欢皮卡丘是有耳朵的，变换一下给大家看。好，转过来我看、啊。帽子卡住了。嗯。好，会。转过来我看。你看他没有耳朵，好好笑哦。哇，耳朵。我要帮他拍一张没有耳朵的照片。啊，等我一下。哎、欸，它会吸耶，它有磁铁，它可以吸。哇，它有一个耳朵。你有拍？你看大家，还要等它、嗯，每次开箱都那样。嘿嘿。哎、欸，吸进去。你装错耳朵了好吗？喂，另外一只给你。这是啊，酷啊，哦。它是这样哎、欸，很酷，这里这里，哦，啊，好可爱哦，它可以变这样哎、欸，各位，很可爱，好可爱哦。如果这样子的话，就不能戴帽子。可以可以，它也可以，它可以露一边的耳朵出来，你看。哎，这样吗？为什么一定要？我戴，我戴，我戴。看不到嘛？还可以这样。就比如说，这插进去了吗？这样就不是戴帽子了。可以这样。用这个耳朵的时候戴帽子。对啊。突然觉得好像香蕉。这个没有戴帽子的样子，好可爱哦、喔。超可爱的。啊，你看它后面哦、喔。你长这样，耶！
来来来，我帮你拍一张照片。这个可以插进去。欸，这个是我们费尽千辛万苦才换到的那个 GK 宝可梦的皮卡丘。嗯。欸，可以的，那就变这样，很好笑。可爱啊。你连尾巴都拔、啊？我在看他尾巴能不能拔。欸，它等于是一个可以这样，然后另外一个你也可以装小的，对不对？嗯，不是这个。对呀，它也可以这样。哦，不是，是另外一边。对对对对，它是后面的。另外一个。对。好，对对。然后再戴帽子。它可以这样再当戴帽子。可爱，这样还不错哎，各位，你看，可爱啊，变另外一个样子。嗨，嗨，皮卡丘。哇，你要摆哪里？没有位置摆。摆在这里呀、啊。没有位置摆啊。刚好后面都是娃娃公仔，或是摆上面。没有位置摆了，我们家太小了啦。跟弟弟摆一起。好了，我再找个位置，再把它摆起来。嘿，这是，这只就是我们花了好多钱，然后换来的 GK 宝可梦的皮卡丘。对，有夹到东西，然后有点数这样子。嗯，然后现在没有了，它现在已经换不到了。然后这里有吸的磁铁，你可以去吸，可以这样用。变换耳朵。对啊。那耳朵要留好哎。嗯，你可以这样把它铺上去。很棒哎、欸！那我记得网络上要买的话，一只大概1000多块。然后我们这样开箱下，我是觉得还不错啦。它这样的精致程度，1000多块算不贵。因为很多小盒的啊，像那种盒碗那种小盒的，就要100多，快200多。嗯、哦，快200块。那公仔呢，一盒这样就300-400以上。那大致的呢，正版的这样算还可以，能接受。对不对？可以。OK， 然后耳朵呢？你可以变换你要的方式，然后也可以替他戴帽子。啊，如果你不帮他戴帽子呢，就是自己戴。对，这帽子可以自己戴。可以自己戴，像伯伯就很能戴，很适合啊！你就当小智吧。女生宝可梦收藏家。我看。我不适合戴帽子啊，我戴过啊。你的头有点大，好像有点摘不下。哎呀，我不太适合戴帽子。嗯，可以这样。哎，拍个封面，拍个封面。OK。笑一下。好啦，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次的开箱皮卡丘公仔，拜拜，下一部影片见。